那个时候因为负债关系，所以他中风四次，还是一样在做生意。嘛，只有一个铁金，就是爱想讲给你票啊，爱想我叔仔在咧想讲啊，给你钱要伊倒来啊。迄个迄阵是啊，真正苦，面就是讲写一个苦啦。所以我听讲吼，原本是哎抢钱一族，到尾也就走啊真了啊。较早是逐天看到拢为钱咧拍拼，拢会想拼经济，会想外苦无人要。啊，即马咱拢无啊，无这无啊哦。啊，即马是为兴趣咧拍拼，为以后咱的子孙，咱这地球咧拍拼。轻松啊做，我就安尼尔，咱都无不袂去烦恼讲哦。咱明仔载票，明仔载钱也是会用，即顿要多一工，咱袂即马无烦恼这啊。啊，而且咱即马拢。食素食，无咧买鱼鱼肉肉吼，咱也较清。我是拢甲伊私底下讲吼，啊，就咱当作真世人欠人个。啊，我就安想，我无我这个欠，我就较会当还，我就尽量还还哦，尽做后世人大家嘛过来过过甜啊。人生是真辛苦，计较世间事啦，世间物啦，啊，真正是苦啊。有时阵伫咧听，阿妈听个真辛苦啊！解又是解未开，阿妈是足忝的，很辛苦啊！所以呢，人间苦苦的呢，不能解开烦恼，这不是今生苦，来生呢还是？这样带去苦，这是真苦。佛陀说苦啊，苦咱要知，所以执就是这样执啦，执到种种的事物，人事物啦，在那一直计较来，执到这的啦，所以咱结果还是过来受苦。咱若有听法，哦，知影苦啦。苦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执着人事物啦，予咱安尼沾着真多的烦恼。所以咱应该爱灭，要安怎灭掉了？咱甲伊过去嘅交割掉，啊！一世人呢，咱来赶紧化解啦，因为一世人有听到佛法啦，佛法这么正微妙啦，甲咱解释过去因啦，现在缘，未来果，这个。因缘果报啦，把咱分析个这呢真清楚，咱无要受用，不求灭掉烦恼。你想，这还唔是同款，也搁得苦啊，执啊，执啊，苦啊，搁执真多，添真多烦恼，搁去来生。拢敢那伫苦集苦集，甜着甜着再受苦，这叫做凡夫。凡夫呢，听法了后，哎呀苦啊！苦的因由是来着这个集，集过去顶顶的因缘呐，和咱今生呢受这多苦，今生。有了因缘，会当得闻佛法。哦，遐个过去，我应该爱想办法，今生解开啦。我来生呢，就会当了一件代志，看看五大国师修行十世人都未过，同款。因缘果报嘛是同款爱报啦，不如呢
现在了解佛法，现在接受，现在解开，来生呢，唔通阁累滴，阁受业甲咱顶。这大家人爱听也清楚，所以讲起来都是法，希望咱大家人伫妙法中啦，《妙法莲华经》是对着人间世事的法，咱人间世事也都用阿弥陀佛啦，第一是解千万法，唔通讲吼问千万呐，不敌其一。永远嘛，搁待伫咧甜呀，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呐、啊。这个法呢，咱爱依教修行，心为虚有啦。这个世间的法吼，那最为圣洁，《法华经》是最圣、最可贵的法宝，咱来个。用哦，这个法真重要，希望人人呢听入去，永远记住，这叫做铭刻心版。咱爱定定用在心灵，清心性解是偌呢重要啊！听到的法，都爱入咱的心真清气。咱的记忆呢，才会当真深。这个法，咱才会当真受用。所以，一句一句，咱拢爱随喜啦，潜心性解，得一句一句之意，咱拢爱真深去相信，去了解，真欢喜。讲呢，都是法喜自在，所以见闻呐，伫见闻间心常随喜。咱嘛爱鼓励大家人听法啦，咱嘛都爱时时呢落实伫生活中，见人做事，咱拢会当为人说法，什么款的境界？侬有机会讲啦，哎呀，我今仔日听到是安尼，咱手拿咧做，啊，我的心得，啊，我的性格是安尼安尼，这嘛是同款，伫行动中伫咧说法啦。你听法了后，你有伫咧身体力行，你若有身体力行啦。那就是修功德，内修外行，靠佛法，咱一一修入咱的内心啦，把咱呢日常的生活、待人接物，安尼呢一一就是身体力行付出去啦，这叫做功德。向内用功，向外修德，这叫做功德啦。这个功德是咱生生世世发，乃当修入心来，长长久久啦，在咱有生之年，拢无好偏差。咱来生呢？的因缘，佫会当把这个正法佫接落来，那会当安尼生生世世，哈那功德无量啊！各位，真正文化爱定定呢，真潜心性解，咱伫咱的心里铭刻啦，真深爱刻着吼，那文化随喜。爱真虔诚，听法爱真用心呐、啊，安尼呢，
就功德无量啦。安尼听着欢喜，发喜充满，安尼呢福嘛真大。何况咱伫咧修行，咱要用心，咱要听法，把这个大乘法要入心，咱敢会当心善去呢？所以善心杂念啦，真正呢，咱一切一切吼都真难消啦。所以请大家啦，时时爱多用心嘛。